老师，我帮我查一下嗰个特小书，系个案件嘅受害家庭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吓。好好，下次请我嚟食饭吓。好，拜拜。我吃饭？不用了吧？什么？真的要请我吃饭？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哎呦。OK， 可以，可以。在哪个饭店？什么地方啊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待会见吧。我大概我看看啊，好像30分钟到，能等吗？OK， 好，拜拜。算是我大学同学，我很了解他。那到这一步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我想不到的。死亡每天都在发生，可对我们来说，好像离得很远，永远都不知道对角的自己在想什么。我很了解他，好吗？你要相信。人生一直干一些自己不想要的事情。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。当他觉得你是个障碍，他就会除掉你。他不会剥夺你的生命，但会拿着你一辈子。让我静静，让我静静，好多东西，好复杂的东西在我脑子里面。那么，喂，我马上签了一对证件。
没有。前三排免得啫，啊，系咯。再讲，琴日带个班之后唔错啫，以后冇犯事啦。好难，都好难喎。有时候教咁多同埋人好噶。啊，系系。嗱，如果以后有咩事咧，我哋就喺嗰啲旗下面嗰度聚合啊。睇到。因为手机有时打唔通噶，你明噶啦，啊，有张凳啊，就呢个菜嚟食啊，佢都有啲麦当劳听唔食饭，系啊，嗱，我话明晒一场关照你啦，你知道我份人啦、啊，大方啊，食啦，几蚊鸡我都俾得起嘅，啊，顺便食快吧。喂，而家喺边啊？喺屋企啊，成都流流做咩啫？有嘢要揾你做一下。咩事？我而家喺差馆。嗯？你点解喺差馆？喂。系，冇嘢啊！你总之过嚟。喂喂喂喂喂！啊？咩？
嚟猜拳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性格你又咪唔知道嘅？头先你有冇见到嗰人有几串啊？喺个差馆度。你忍乜下？我系咩人啊？你忍得到呢啖气？我踢你忍唔到呢啖气啊！你有冇见到佢点样串你嘅头先？唉，如果系我，我直接拔翻佢一餐，拔到佢入医院为止啊！仲喺等佢差馆度同我讲嘢。你知道你有只养一步系咪？养一步养咩啊？如果得你知道我养一步，我以后出面点样同阿兄弟讲啊？得。我哋睇下案件啦，唉，闲话唔好讲啦，系咪？讲多人杯茶，去睇下啊。啊呢度。如果呢个官司要打嘅话，好似比较难。有份你搞掂得啦，我尽力啦。咁下咯，落嚟啦，30,000。而家我有假积气，钱钱啫嘛，可以搵翻翻嚟噶，冇乜嘢咧。你几好问？你而家系家政仲喂？你自己嘅官司帮我打唔赢，你而家仲要赖我？你自己赢，我同你讲咗。我而家讲乜嘢？你而家讲乜嘢？啊！你自己帮我打唔到官司，我咁样讲。老兄，你做咩啊？喂，老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你想做咩？你做咩先？你睇下啲嘢，我冇偷到啲嘢，冇偷到到放水度啊！我要报警。哇！你做乜听唔明？报警啊！我要报警啊！大，太过了，那就证明希望。